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otte。咁我平时就中意唱歌同跳舞啦。咁以前就都有学开中国舞嘅。咁最近都打算学埋拉丁舞。咁希望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尝试。咁讲到模特儿工作嘅经验咧，咁譬如一啲 catwalk 啊，或者系一啲杂志、一啲广告都尝试过嘅。而最难忘嘅一次经验咧，就系可能系去咗日本嗰边拍一啲旅遊嘅介紹啦，因為我以前就未試過滑雪，咁去到嗰邊就第一次滑雪，咁就都覺得好開心，咁希望嚟緊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啦，拜拜。